11月1号，易烊千玺全黑装扮现身东京机场，戴着口罩帽子，酷范十足。现场有许多粉丝们在热情的接机，但其中有个别粉丝的行为有些不恰当。一同陪行的胖虎就十分的留心，面对前来接机的粉丝，语气有些过激，说话声音也比较大。这时，我们的火羊宝十分暖心的摘下耳机，对胖虎说：“别这样。”后边再往上挤。粉丝也赶来评论道：“真的很暖，很可爱的千玺，还有他的胖虎，大家也注意安全。”粉丝也不容易，千玺很暖心。芒果拉新闻为我们超级暖心的火羊宝点一个大大的赞。报道。